姓刘的人，手机高头要得到，经常看到兄弟。粉丝朋友啊，叫我雷哥。我的朋友说我都是疯子，有病。你带这个？我平时是在各个乡镇搞新农村建设，给他们打架子搞外装。你出卖我的爱，你背了良心债。就是看了那个头文字 D 嘛，看着玩漂移那一段哦，比较刺激，而且玩的比较爽嘛，心中萌发了就是玩漂移的想法。当我买车的时候，我还问五菱宏光可以甩漂移吧，他说的那个怕热要甩翻哦。我玩漂移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嘛，都是自己瞎琢磨的。以前嘛都是在场地里面玩一下，老是被人家举报啊，就玩这个沙路漂移了。有的人说玩漂移是不负责任呐、啊，是作死啊。很多喷子啊在我评论区，管他们的，对我根本没影响的。玩这个沙路漂移啊，掉进沟里面哦，那个排水沟里面掉进了沙池。前两天油门踏到底了，速度干快了，就撞在那个护栏上面，嘣一声我就说了，要是没得护栏的话，我都肯定人车一起下去了嘛。现在违章有11分了，还差一分就满12分。我没在人多的地方玩。那你这是啥子？沙路嘛，乡镇路。你呢？你是另外的黑牌了，你二级挂出的，那有没有上来安排驾驶？因为要牵涉到罚款，我现在身上没钱，还没处理。我们这厦门口的叫的车比较多嘛，有个叫的是我的粉丝嘛，然后他开车在我门口路过，他拍到我的车了。在这边还是很多人知道你是吧？啊，对嘛，粉丝也有好多。儿子玩车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最近才知道的，看见他那么危险的，就骂他了。但是我说他也没用，他有的时候态度不好，吼我两声，我发沟通跟他。他们开车出去，我都是心里面都很害怕的，要一直等到他们晚上回来，心就放下了。他不知道。你油箱是怎么烂的呀？我还跑路肩上干烂的。喂，我在修理厂啊，他妈油箱垮烂了。来了再说。你玩快车赛车我不反对，但是你玩漂移我就反对，因为这个太危险了。只要你真正的出点事啊，我们以后的生活啷子啊？我玩车是我的梦想。我也不想赚钱嘛，我现在我跟老王儿唯一的梦想就是你，还晓得不？你现在都是一个当爸爸的人了，你就应该尽到点责任，尽到点丈夫的责任，晓得不？就是家里面的人也老反对啊，到底玩这个漂移也好，就是值不值得？我跟我王儿。场面我好尴尬，一般都是他妈在带，还有他外婆在带，我很少管他，所以现在跟我的感情有点淡嘛。现在我等于是好好的陪儿了。我不想去做什么职业操守，我觉得没必要的。这个纯粹个人娱乐。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